酒越陈越香，我越来越好。你在这冰冻的荒野上已经找到活干了，你也在研究绝冻人吗？不是冰元素，很不幸双头巨人在阻碍我的进步，我那不要命的克鲁首领还没彻底搞清楚里面的危险。我还以为我很想要呢。Thank you.
些双头巨人看上去比我知道的还大还危险。那些是元素，这里一定有魔法能量，跟着我。谁敢阻拦？我是力量。他们越来越多了，不会很远了。精益求精。僵了。谢谢，跟我回避难所，我要看看用这些精华能做出点什么。Thank you.
还有。Thank you.
宝剑真不知道哪个更死脑筋，是石头呢，还是自以为会用炸药的双头巨人？这个任务也不算彻底失败。这里可是应有尽有。也许你在继续远行之前，你会想要在沃利姆的竞技场测试一下你的勇气。他欢迎挑战者，你甚至能够和某些你从未见过的东西战斗。去吧，让当地人为你喝彩吧。我就把你搞坏了。局动人和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合作呢？我不要跟他们合作，这帮畜生会趁我们睡觉时下毒手。
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对你太失望了，沃利姆，你对他们太温柔了，这根本不算真正的挑战。我心里有数。那我来告诉你，我们来交换回合，看看谁的宠物今天能大获全胜。没问题。赌注是什么？你要是能打赢我，我就送你够一周享用的麦酒和羊排。没问题。如果你的野兽赢了，我就打扫一个月酒馆。不过那不可能，没人能战胜野人沃利姆。看看你要怎么对付我们两个人。Thank you.
这种感觉得持续好久。重演了历史，现在创造你的历史吧。我野人沃利姆，雄灵最强者，接受所有挑战。你上啊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恐惧。你一个人就打败了猛兽，还蛮厉害的吧？也许这真会变成一场像样的战斗。一般那些敢挑战我的臭虫们，没一个值得我正眼看的。期待今天看我家姑娘的战斗，她怎么了？她在！速度快点起来！要没时间了，你就这点能耐吗？要阻止我，靠这是不够的。你有没有再尝试啊？要的一样，完全没得比，也许下回再说吧。你不会相信刚有个人类白痴都问了我什么。我在这群人里听到的最人类的语言足够塞满一个双头巨人的脑袋了。对那个面貌粗鲁的诺恩了解多少？他有什么好？他是诺恩啊！野心之灵欢迎你。
惊喜。整天都没问题。
说吧，怎么了？
器里根本没有值钱货，根本没有。你还以为那货车里有什么值得花功夫去找的宝贝吗？找都找了，别抱怨了。早在你知道前，那里面宝贝都进了队长腰包了。很好，现在有人跟我说了，这一早上都浪费了。得不偿失，没人会为了分文不出镜的。宅娘，什么事？夏尔的皮是很厚的，有时候你得慢慢增加力气才能把他们放倒。你还记得那个人吗？他一直战斗着，直到最后背上被插了一刀。咱们把他们给埋了。
最喜欢的就是寒冷的早上，可以看到蒸汽从尸体上冒出来的时候。恶心。
Oh.
说了，停下，马上停下，停，停，停。我天生就是当海盗的料，连骨子里头都是。每个人都想成为海盗。算是海盗了，而且是最出色的海盗。
Hello and welcome to Game Rookie Kit. You're 空吗？
上你的，有空吗？
这种感觉得持续好几天。
又一次个人胜利，